在普陀山有一个神秘的寺庙普济寺，普济寺位于浙江省舟山市的普陀山岛，始建于公元5世纪，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被尊称为南海圣迹，被誉为南国蓬莱。早晨可参拜朝圣，感受悠远的宗教文化底蕴，黄昏时分可欣赏到夕阳映照下的普济寺，让人沉浸在佛家禅意之中。漫步在寺庙小巷，感受古建筑的岁月沧桑，在钟声悠长的殿堂里祈愿和平与吉祥。在这里你可以亲身感受到普陀山深厚的宗教文化底蕴和自然景观的美，让心灵得到净化与舒缓。普济寺不仅仅是佛教圣地，更是一座自然与人文交融的绿色宝地。在普陀山，让我们一起感受自然、人文与信仰的和谐之美。